事实的说法嘛。唐哲进攻篮板，张根宇切入进去得分，酷寒战士。还是八分差，张根宇在底线，队友都叫他投了。张根宇连得五分，好，看最后一波进攻，剩四秒钟，李志杰过来就交给张根宇，拿到球就直接投出去。张根宇最后被换上来，这是神调度啊！哇，这徐总真的太厉害了，这。防守端的表现是比较让人印象深刻。张根宇开前秀在罚球线后面出手进，手感没有受到影响。